用颜色衣服的。OK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OK，我是 TY， 你叫我名字？啊、你是 TY 啊 ？TY 啊 ，TY 你好，你是什么名？我是菜菜阿菜。OK， 阿菜，来，我们今天有一个见证要分享。你是讲你吃了喜如多吗？是？对。喜如多，你吃了 after 吃了，你是有什么问题先？一开始？一开始说了不太会讲话，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胃痛的症状，然后就去。没有去看医生，吃胃药，然后刚到 MCO 时候停了咯，然后肚子还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去哥伦比亚，去看医生咯，照那个 scope 咯，一照出来，很不好的消息咯，有胃癌咯，然后就打去那个 HUKM 医院 ，stomach cancer 啦，有讲哪个期第几期嘛？他那时候没有讲第几期，他知道是 cancer 了，然后他就转我去政府医院，半私人政府，然后再帮我验一次。出来的报告真的是 cancer 了，他讲到了第三期了。然后你现在有在打 chemo？ 我现在打了第四次了，现在刚出来，刚拆那个针下来，刚出来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这边。chemo board 在这边。chemo board 那边。对，他在这边吊水，因为在手啊，你很痛啊，那手会肿啊，那根啊会浮起来啊。说你吃了喜如多，然后你去打 chemo， 医生怎么样讲？医生啊，很奇怪啊，他讲我第一次打的时候他讲我抵抗力很好，因为我已经吃这水了多了嘛，他跟我讲很好，然后我就第二次他跟我讲你要加强那个药对你身体比较好，我就讲可以咯，然后第二次打他又看到我这样子，你还要加强吗？第三次他叫我加强，我讲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子哦，他就奇怪了。没有痛吗？通常人家打会退吐啊什么的吗？不是，就是他帮我好的是什么，因为我装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要开刀，他是迷魂这边，人家都痛，我开这个也是没有痛，他出来加这样子，他这手指这样子罢了。你没有跟他讲你吃了什么没？他没有问我，我没有讲。有些医生是不搭不搭什么了。因为我吃到这个好，我知道这对我很大的帮助。哦，说你现在就来公司啊？对呀、你来公司怎么？来买了？你买到啊？买还有看有谁的帮到人家的介绍一下咯，分享咯，因为我这个病不是可以说不是开玩笑啦，帮到人家就帮咯，我真的吃了这个好才会介绍给人家嘛，是这样子咯，真的很好。一开始你是不相信吗？不相信，因为对面的吃到很多都吐，一路吐。说你讲一下，你跟那些人不相信喜如多的人，你什么话要讲？怎样讲如果有些人可能在想，他们可能要试，可是他们。又怕我这个都是骗人的，说你什么要跟他们讲，你看这里跟他们讲不用怕了，直接去试了，我就是最好的见证了嘛没有吐没有吃，现在还跑出来，是太太不给我出来罢了我去做放这个 chemo 的时候人家很多讲痛痛痛，我去做了那医生讲痛你跟我讲，我讲什么都没有感觉，他讲他这样子罢了，只是这样子罢了，我都没有讲什么了，他又没有问我你吃什么去加什么，他没有问我没有讲。说现在你可以回去 recruit 那个医生，你是讲去 recruit 那个医生那个打 chemo 的他那个阿头啊，那个阿 head 啊，他的阿 head 也是有来，他也讲哇你有一点点特别，他讲是有点特别我吃鼻翼餐对，就是这样子很大的帮助了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分享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